Ella 近日到大陆参加综艺节目，14日就现身机场准备参加节目录制，也吸引大票粉丝到场送机，人气可说是大爆棚。不过有趣的是，竟然有粉丝送了莲花，让她相当傻眼。Ella 事后也特别上传六张机场侧拍照，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 Ella 放下一头秀发，穿着蓝色条纹衬衫，内搭白色短板，走路时还会看见她迷人的穿字机，同时还会发现她手上拿着粉丝送的莲花，让她忍不住苦笑直呼：“是谁让你们送我莲花？”还附上一个笑哭的表情符号。而贴文曝光后，也让不少网友笑翻，实在是有够有趣的。